个传动的动力学。那首先我们把我们的 focus 我们 focus 呢，第一个是我们现在底下要研究的问题，全部都是基础的吧。OK， 那你如果是 rigid body 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就是说物体那个力，你如果力作用在一个物体上面，那我们就等于这个力是作用在什么 body 上面，就是整个物体上面。那它没有形变的，这个就是钢体的情况。那第二个呢，我们接着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的 rotation axis， OK， 是固定的，是固定的。那固定呢，这个固定呢，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固定呢。下一堂课或者是下下堂课我们会讨论到这个 rotation axis 的变，就是你的转动轴会跟着变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转动轴呢是固定的时候呢，我们希望现在你所讨论的问题都是放在这个 inertial 的 reference system 里面，就是那个惯性坐标系统，惯性坐标系统。所以基本上面的话呢，就是这两个大原则你要先抓住，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第一个部分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平常什么东西会让它转动？你之前已经讲过了，是 torque， 对不对？对不对？你要让一个物体转动，你需要在这个物体上面施一个力，而且呢，这个力呢，跟你的转动轴之间呢，它有一个力矩存在。那这个力矩呢，让我们产生这个 torque， 让它来产生。所以像这样，像现在我画的这个是 R cross F， 它是往这边转的。OK，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的 torque 呢是朝内的情况，在现在黑板上这个例子里面。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假设转动轴刚好是跟这个 torque 平行，那你没问题。换句话说，这个物体就是这样转动。假设你现在的转动轴不是跟它平行，换句话说，我现在的 torque in general 的情况的话， torque 并不是一定会位在转动轴上，那我说我的 rotation axis 我叫做机轴， OK， 这是 in general 的情况。那换句话说，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那我的 torque 就要分成两个分量。一个呢，一个分量是什么？一个分量是 torque 平行转动轴的分量。OK， 另外一个分量呢，是 torque 呢垂直转动轴的分量。平行转动轴的分量的时候呢，那我们很知道 torque
它就是使这个物体转动的最主要的因素。OK， 那这个是让这个巴黎啊能够沿着地球转的最重要的因素。那 torque 你垂直于地轴的分量的时候呢，那是什么呢？那是要把地轴转动，说它就直接换句话说，它是要把这个转动轴呢把它转掉。OK， 这个呢就像我们啊、当时在讲力的时候呢，一个是平行运动方向，一个是垂直运动方向。平行运动方向的力就是让速度改变它的速度，垂直运动方向的力就是改变它物体的运动方向。那一样 ，torque 的情况呢？一个是平行于转动轴，那它就是让这个物体转动；那垂直转动轴是要让你这个转动轴呢要离开它原来的位置。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刚刚讲说，我们的 torque 放在这个 rotation axis 是固定的。换句话说，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把这一块先拿掉，我们先讨论 torque 是平行于力轴的一个情况、啊、那如果是平行于力轴的情况的话呢，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说一个物体好，那这个物体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刚刚我们也知道的，如果它作用在这个力呢，作用在其中的一点，然后那我们就知道说它的 torque 呢是 R cross A。OK， 这是它的转动轴 O。那基本上面 F 呢，我现在是放在 SY 平面上面，就是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 torque 是 R cross F 的情况。那现在呢，这个 torque 让它转。那它一转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到下一瞬间它是倒进去，那这个角度冰释它 OK。 那我们说 R cross F 呢，基本上面 R cross F 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呢，我们叫阿法角。哦，阿法角没有成效，我们是阿法。哦，看好。先把这个角先放到好一些。我们说这个切线方向，这是直角，那这个我叫做八角。对。那你现在你看到了，在等它 t 时间里面，它所走的距离 ds， 这个 ds 呢就等于 r dc。OK， 所以在等它 t 时间里面呢，它所做的功是等于多少？
他所做的功就是相当于我的 force， 然后到 ds。那你现在你看到了你的 F 跟 DS 之间的夹角是 Y， 所以你现在是 F DS， 然后 Assigned 的话 OK， 那或者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Assigned 的 Y DS， 这代表的是E 在这个位移上面的一个分量。那我们看到了这个结果的时候，你会发现 R cross F 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R F 本来是 sin 的这个角度， R F 的 sin 这个角度就等于 cosine， 我把它直接写一下，它可能就等于 RF 的 cosine R。OK，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你的 DS 把它带进来 F cosine Y R DS， 实际上这一项就是你的 cos。换句话说，我们看到我们这个 D 所做的功呢，基本上就是 top 的 D， 这是从一个很小的时点的观点来看，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一个关系。那如果我们把单位时间所做的功，我们看到了你把单位时间改变的角度就是你的阿尔法。OK， 那左势是什么？左势的话其实就是 power， 这个就是 power。OK， 换句话说，我们的 power 就等于它，我们讲，这是对单一个力来讲。假设你有很多的力，那作用在多个力作用在这个物体上面的话，那其实我们一样的计算方式，每个力都有它的作用，因为你每一个力让它旋转，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实际上如果是 A 个力的话，那你会发现说 F1 跟它旋转的这个 DS1。DS1 的部分，然后再加上 F2 DS2 的部分，所以每一个我先用大头来表一下，然后到 Fn 的 DSn。 那其实你会看到跟这边一样的情况，就是 F 然后乘上 cosine 的每一个角度，然后 R1 的 D 西塔。 OK， 这是你的旋转，每一个力都一样，但是你的 omega 是一样的，这个旋转的角速度，只不过你作用的位置不同，夹角不同，力的大小不同，但是单位时间所转的西塔角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波都有一个 cosine 跟你的这个particle 的作用
都有一个 cosine phi 的这个夹角，然后指向 cosine 换句话说，你把西塔移出来的时候，那每个 f1 cosine phi1 r1 加 f2 cosine phi2 加 f2 加到 fn cosine phi2 OK 好，每一个我说假设我说这个Rn， 那你的作用力是 Fn， OK， 所以一样的，这就是你的 OK， 但是你单位时间所转的角，单位时间所转的西塔角是一样的，因为它是什么？它的 omega 是固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项，这一项加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 total 的 cos。OK， 那这个 total 是 cos 一西塔，换句话说，跟这边是一样，这只是一个 d， 但是你现在 n 个 d 的时候，一 omega。就等于 total cos 一西塔，所以你的 cos 一样的情况，比 w 比 t 就是等于 total 的 cos 一西塔 t。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方法。那这个关系你一旦知道以后，那我们接着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说这整个的你所做的功的改变是改变的，这里面能量未能并没有被改变，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它的转动的动能。那改变转动动能的话呢，我们看到的 W 的话就是我们的动能，动能的话呢就是二分之一 r 我们的幅度，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啊，那你现在看到的是二分之一 i 把它提到外面了，然后 omega 平方呢比 t 就等二 omega 比 omega t。那单位时间 omega 的变化就是我们的什么角加速度，对不对？好，那这边二二消掉以后，这个就等于 I omega， 好吧？那你现在你看这两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到Total top 的 omega 就等于 I alpha 的 top， 那你先换句话说，我们从这个关系里面可以马上看到的是，其实我的 top 就可以是 alpha。这个就好像我们写什么 ，Talk 的角色就好像我们平移力学里面的 S，I 的角色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 N，Alpha 的角色呢，就相当于我们的 A，OK，、okay? 好，所以 F 等于 ma， 这是平移里面的，那这转动里面的话 ，Talk 是 I Alpha 这个。关系就没问题了。记住了一件事情，
这个关系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是在我们转动的轴是已经是固定的了。换句话说，我们的 tuck 是平行我们的转动轴。我们现在我们的转动轴一直固定住，没有变哦，你才可以用这个关系式。我再试着提醒哈，你的转动轴是固定的，换句话说，你 total 的 torque 是平行于你的转动轴的条件。你才用这个关系式，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那有同学问说，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条件会是什么？我们要回归到，如果不是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要回归到上次我们已经讲 ，angular momentum 对时间的变化就是我的痛，要回归到这里。这个呢，是我们的转动轴会随着时间改变的。那在这种条件底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物体呢一边转动。OK， 你现在是在转动，但是呢，你的转动轴也会跟着动的情况。就像地球在转，地球本身在转，对不对？但是它的转动轴跟着时间在转。OK， 那现在呢？你的转动轴固定的时候，就是反正它是在那边转，它不转动轴固定就不会变了。哦，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问题。好，哦，好，那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我已经知道 torque 是等于 I alpha 了。OK， 那换句话说。I 的底 ，Omega 底 ，D。那你也可以把 I 放进来，就 R Omega。那换句话说，你现在你看到这个关系是，这个是在 rotation axis 是固定的。那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刚刚我们已经讲 DLDT 是等于的，所以在这个条件 D 之下的话，我一比较我就知道我的 angular momentum 其实就是我的 R。Okay. 这是在 rotation axis 固定的情况下，那这个你也很容易知道，这 angular momentum 在平移里面就相当于 momentum 的话是等于 mv， m 的角色就那是对 I 来取代， v 的角色是对 o 的代。OK， 这都是转动轴固定的情况之下，那我们看到的一个要转动的一个动力学里面非常简单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现在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来看我们的问题。好，那你现在看，你说最常看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说有一个滑轮，那这个滑轮的话呢，是一个转动的物体，那它固定住了。OK，
那我们把这个滑轮呢，它的质量当成是大 L， 它的半径是大 R。OK， 那我说，对这个滑轮来讲的话，它现在悬挂一个物体，小 L。OK。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滑轮啊本身的转动轴是固定的，所以这整个问题它是一个 pure rotation 的问题。纯转动对滑轮来讲，好，那我现在我要求的是物体的加速度 a。那绳子的张力，对这个问题啊，问题来讲的话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对 N 来讲，它受到的力共一个是 N 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绳子的张力。对不对？那对这个滑轮来讲呢，它受到了力，然后当然对滑轮来讲的话，这边有一个支撑的力，好，那我们现在我们看，我们说对这个物体，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会加速度朝下的时候，那换句话说，你现在是等于 mg 减 t 要等于你的二倍。OK， 那对这个轮子来讲呢，它所受到的 torque 是等于多少？它所受到的 torque 就是等于 R cross F F 是 T， 所以让它是转动的。所以你看到它的 torque 的话，是等于 R cross F， 那就等于 R T。 OK， 那我们又知道它是 pure rotation， 所以你现在有看到我的 torque 是平行地轴部分，换句话说我的 torque 是 I alpha。这是已经知道了。那假设我现在这个是一个 disk， OK， 这是一个 disk， 那 disk 的 I 呢是二分之一的 mR 平方，所以你马上知道我的 alpha 的部分是等于 m r， 把它移项过去 ，m r 二 t 这两个把合起来的话 ，OK， 那又是 pure rotation， 它都没有滑动哦，所以 alpha。跟 A 啊，还有 alpha 跟 A 之间啊，它有一个关系，就是 A 是等于 R alpha， 这是 pure rotation 的
一个基本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 A， 你马上知道说我的 A 实际就是 R， 啊 ，R 已经消掉了。n 分之二 t， 全部把它带进来，对。OK， 那你就看到了 ，a 是等，先放进来 ，m c 减 t 是等于小 n 的 n 分之二 t。所以你马上求求出来，分子就等于 n 分之二 n 加 t 就等于 n 分之一。那今天就等于 n 分之一 n 分之二 n 加 ，OK， 可是 t 就出来了。它踢出来以后，阿华子当然就出来了，当然把它放进去 A 值里面。OK， 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题目。那这个简单的题目用了什么概念？第一个是 pure rotation 的概念，第二个呢是转动轴是固定的。OK， rotation axis 是固定的。所以 the total 是等于 I R 方程，这个概念就好。这是一个我们对这个问题会碰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从山上你滚一根木头，跟滚一个雪球。跟同滚一个空心的球，拿一个比较快到达山底下。从山上一个是木头是圆柱形的，一个是雪球是实心的球体，一个是空心的球体，哪一个比较快到山底下？啊？猜猜看啊！啊？什么？哎，转动量量最小，哪一个是最小？哪一个转动惯量最小？黏住这类是 disk。球。空心的，哪一个？disk 的请举手，猜猜看，球的请举手，实心球的。好，还蛮多的，空心球的。这其实哦，我们平常我们在讲滚雪球，你不会讲滚什么圆柱，对不对？为什么要讲滚雪球？那有一定的道理。哎，那你们刚刚会猜这个，那转动惯量比较小，那八九大概也不会离十，因为每一项东西都是。
是物理就是万事万物的道理，通通是物理。所以你平常在讲的话，里面全部很多东西都是有物理玄机的。那只是你现在要去证明它而已。那物理学家为什么会感觉人家会觉得哦，你学物理的人家马上就地震然后站好的话，那感觉是就是说，虽然讲起来很容易，你要证明人家看的话就不太易。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来，我们说我们这个是 I 的一个东西，那对这个物体来讲，它一共受到几个力？几个力？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第一个动力，第二个呢？正向力，我同学讲正向力。第三个呢？啊？摩擦力，摩擦力哪个方向？好，同学说是这个方向。那假设我这整个物体是 pure rotation 哦，它是直接滚下来，没有连滚带滑的情况，因为只有 pure rotation 才有这个条件， OK？ 所以你知道你的 mg 加正向力加摩擦力这些呢，全部通通是让你产生整个物体往下加速度。OK， 那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分为这个S 轴跟 Y 轴。那现在你看到。我们说在 Y 方向的话是 N 减 MG， 这个是西塔角，所以这个也是西塔角 cosine 西塔。那在 S 轴是 MG sin 西塔减 F， 然后是等于 F， 这个是整个的这个平移的部分的话，看到的它的动力学的情况。那你又知道它是 pure rotation 哦，所以我知道我的 A 啊跟我的 Alpha 之间就是 R， 这个也就知道。好，另外一个是我所受到的外力。我现在我的外力呢，如果我以 Central Mass 来看待的话，那我就要知道说这个外力，外力矩是让我的 central mass 产生加速度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OK，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从 central mass 来看待的这个外力矩的话，那就是 R
close at okay, top 头内，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外力就是 R 乘上 A， 然后 I 分成 R。所以 F 我们就知道 F 呢就等于 I 分成 R， R 分成 R 嘛，就等于 I 分成 R。阿华把它带进来，是 R 平方。那你把它 F 的角色就带到里面了，那就要说试试二七三，把它带入二七二七三一四塔，减掉。I 生成 mass R 平方分之 A 就等于 N， 所以 A 马上看出来 A 把它移项过来就等于 N 加上 I 生成 mass R 平方分之，然后分之二之三，这是你的这个 A 的部分。那你已经知道 A 以后，你就可以求出 F。F 的话是 I center mass 五 ，I center mass 乘 N G 三。然后 R 平方 N 加 I 乘以 M 除以 R， 那我就等 I 乘以 M 加 NR 加，那还有一个是我们滚到底下的速度，说假设你的从上面到底下全部的距离是大 S 的话，那我们可以知道 OK final 跟 initial 都比较就是那 initial velocity 是等于，所以 final 的是等于 2s， 那 v 就等于等号二。换句话说 ，a 知道了以后，你马上就知道你的这个滚到。这个底下的速度，可以 A 把它带进来，这个是 I center mass 加上 N R 平方 ，N R 平方 G sin 西塔乘上两倍的 S， 所以从这里面你的分析里面，你可以把这个。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这个啊、这个物体的话，是 disk 的部分，它是二分之一 n r 平方呢、啊，那你 a 你自然就求出了 ，a 你就可以求出来就是三 ，OK， 那。如果你是这个实心的球，那 A 是七分之五，空心的球，
A 是等于婚姻指导语句。然后滚到底下的速度的话，就是三分之四 G S。